三分命中。防守，防守，互相协防，打开换人，换人。杨浩哲。红的球，红的球，不能瞎顺。哎呀，李佳荣。刘恒毅真是太好了，然后我真是就是太爱他了，我觉得。哎，你俩别换，你俩别换，你俩别换。周睿。好球！好球！好球！周佳荣。不用那么近，不用那么近，不用那么近。罚球，罚球，罚球！不用那么近，不用那么近。他的人犯规，他不是运球的人，是别人，是另外一个人犯规。干嘛呀？这么防守啊？杨正，打开换人，换人，传进去，换人，传。朱家荣，好球。没想到我们领先那么多分居然都能够追上来，我们的每个人的情绪都是比较低落的，处于一种就是士气完全被压下去的那种感觉。换人，换人，换人，蒋浩伦上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换人，换人，我要你防他，不要让他跟。对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杨浩哲，好球！全部都换，换，上去，上去！防守，换人呢，刚才。换，哎，拉开，防守，防守，周显超。
周瑞，宝钗，给到朱明镇。换换，加油！你网在下面，给他。杨正，协防协防。朱明镇，哇！朱明镇，哎，我得好好总结总结你。只是靠十一号可以得分啊。因为在战术的执行啊，就有些过于死板，这样也导致整个场都比较僵。那这时场没有人得分，那就得战术得分了。你先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。换人，换人。刘毅，面对朱明镇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协防。协防协防协防，漂亮漂亮，成功防守。唐日辉，挡拆掩护做好了。唐日辉，走走，五秒钟的时间。哇哇，朱明镇 X Factor， 朱明镇。小舅是属于比较受教练喜欢那种，比较是万金油那种的。现在只是十一号可以投篮，所以我们不要让他一直投，懂了吗？就我们好像在打怪兽一样，就打死了一个大 boss， 然后又来了。